哦，僵尸村民复活了，兄弟们，他变成了普通的村民啊。这边还有一个，那现在的话，我们一共有两个村民，咱们就可以让这个村民来繁殖一波了，对吧？哇，我们的刷铁剂终于有希望了。有了铁锭之后呢，我们还会有钻石，好起来了呀，兄弟们。我们先把他这个房间给他打通啊，让两个村民待在一起。好的，村民的房间已经搞定了，那接下来的话需要让他们繁殖一波。我们家里边是有小麦种子的，咱们可以催熟一波。我们先锄一下地，然后呢这边挖一个坑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捡到这个泥土块。 OK， 把水倒上去，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可以种这个小麦种子了。好的，取得进度，开荒垦地。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用这个骨粉来催熟啊，我们家里边有很多很多骨块啊，之前挖了很多，一组多吧应该有，看一下。好，骨粉有很多啊，而且还有一组的骨块，那我们整个一组多的面包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左手拿小麦种子，右手拿骨粉，我们一直点就可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我的泥土呢？卡 bug 了吧？算了，那应该也差不多啊。这些面包啊，不是，这些小麦应该可以做很多面包。这个村民繁殖的话应该是够了。51个小麦来合成下，一共做了17个面包。17个够不够呀？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。另外呢，村民繁殖还有一个特别硬性的条件啊，那就是需要床，我们需要多做一些床。来放5张床啊，就足够了，再来一张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啊，那把这个船给它打掉。 OK， 来吧，繁殖吧村民。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村民啊，做刷铁剂的话最少需要三个村民，而且呢我们还需要留下一些村民来做这些交易所什么的，所以说这个村民我们尽可能繁殖的多一些，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做刷铁剂。哎，没有了呀，看我干什么？17个面包还不够吗？啊，那我们还需要再搞一些面包，又搞了42个面包，这下应该差不多了吧。这如果不够的话，那应该就是不能繁殖。来来来，快吃吧。你俩不要太过分行不行？我的面包都快给你了，只剩下了19个，给点面子行不行哥？哎，妈还行了，要生了吗兄弟们？应该是没有问题啊，村民繁殖的话我们繁殖了很多次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看一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快点。哎，出来了，小聪明，看到没有？他在这边。OK， 我们先出去啊，这个小聪明是可以出来的，我们把这边挡一下。那现在的话，三个村民，我们还要继续繁殖，所以说现在的话，我们尽可能在这边等着吧，等这个村民可以繁殖之后，我们继续繁殖。这样吧，兄弟们，我想了一下啊，现在的动物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关键，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面包来繁殖村民，至于动物的话，我们以后再说，所以说这片地呢，我们先用来种田啊。现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吃喝不愁，唯一愁的东西呢就是没有装备，到现在还是用的实质工具啊。不过有了刷铁机之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要刷新了，3、2、1，什么东西啊？活塞，活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用呀，这玩意儿挖点吧。哎，不对，哦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兄弟们，这个活塞应该有大用，先挖啊，挖了之后我和大家讲解一下。挖50个绝对够了啊，再多也没有用。目前呢我们现在只有这个石质工具啊，如果出现钻石什么的我们是挖不掉的，但是我们有了活塞之后还有另一个办法，我们在这边放一个活塞，然后前边呢比如说这是一个钻石块，虽然说我们不能挖掉它，但是咱们可以做一个拉杆把它推出来，把钻石推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等有了铁镐之后就可以把它挖掉了，对吧？来试一下啊。哎，推出去了，应该是可以啊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木头是钻石，我们挖不掉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推出去，等有了铁镐之后再挖。哇，兄弟们，我是天才，我太聪明了。好，又要刷新了，看一下什么东西。我需要铁呀，蜜皮块，这玩意儿没有什么用啊，能吃吗？哎，管它呢，不管什么东西我们都给它挖掉。来看一下村民能不能继续繁殖啊，里边没有长大，但是应该是可以繁殖了。哎，怎么有两个村民？生了一对双胞胎吗？再给他扔点面包啊，看一下他会不会继续繁殖。哎，又冒爱心了，兄弟们，他们又要生孩子了。可以啊，有5个的话咱们就可以做刷铁剂了，特别特别好。哎，生了，在他屁股下边，看到没有？那现在的话一共有5个村民，我们只需要等待这个小村民长大就好了。方块推出去之后还会变？不应该吧，我们来试一下啊。哎，把它推出去，然后呢我们等待下一轮刷新，看一下这个方块会不会变，应该是不会啊。还有3秒钟，看一下啊，没有变，它还在。
如果它是钻石块的话，等我们有了铁镐之后就可以挖啊，很不错。而且这一次还刷了泥土，我们又可以建造牧场了。好好好，好起来了呀。草方块蔓延起来还是特别快的啊，等这边全部都长了草方块之后就会刷新动物了。那好了兄弟们，我们现在等待村民长大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制作刷。哎，铁傀儡，哇兄弟们，有铁了。为什么这边刷了一个铁傀儡？难道说我里边的村民有危险吗？应该不会啊，我们先把它围起来，避免我的铁哥掉下去，给他搭一下路啊，别掉下去，这可是铁呀，我村民还健在，还可以啊。来来来，把它围起来啊。哎，别跑呀你。那这样吧兄弟们，我们把它干掉吧，干掉之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做一把铁镐。如果做了铁镐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刷铁机也不太重要了，打一下就跑。我们跑到这边把它干掉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掉三个铁。如果掉三个铁的话，之后有了钻石块咱们就可以挖了。哎，大哥给点面子啊，我只要三个铁钉就够。好，解决。好像只有两个，哎呦，两个的话，五个铁钉，可以，兄弟们，铁镐有了。那我们这个刷铁机还要不要做呢？有了铁镐之后，咱们就可以直接挖钻石了呀。如果刷进钻石块，咱们就有钻石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在线下再等一会儿，如果不刷钻石的话啊，咱们就直接做一个刷铁机。如果刷了钻石或者铁块啊，咱们就不做了，行吧？铁镐是必须要做的，所以说我们来一把铁镐啊。这不是铁镐吗？美滋滋呀兄弟们。